Hi, Jaspers. Hi. Oh, hi. I have some questions for you. Do we have 2 minutes? No. 我在选照片呢。我难得好看，你们要不要看 ？OK. 很快，来看一下，看，难得好看，不是这个，是这个。不是难得好看，是每次都好看。真会讲话。 Yes, 来。 我们开始，不然你先介绍自己。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pers Lai 雨涵。诶，听说你还有多一个 character 是吗？哦，我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弟弟，也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哥哥，他叫 Bao Yagood。诶，谢谢。你觉得什么车适合 Bao Yagood？ 什么车适合 Bao Yagood 啊？我觉得 Bao Yagood 给我一种很像 Mr. Bean 的车，有没有看到？ 小小凉的，可爱的哦，functionable 的。我觉得龅牙姑的车应该是很像红白的 Mini Cooper。是这样的话，What is your dream car？ 你是讲 Jasper 的 dream car？My dream car is a convertible car， 两个门的，没有头顶。你看我的车哦是很省的，人家都是要四个轮四个门有车的，我没有了，有 top 我没有了，我是不要 top 啊，两个门就够了，我比较省，我比较节省一下 material。 比如说 Z4 啦，啊 Z4 就我从小时候我记得我看到有 Z4 在路上跑，我讲天哪，这就是以后我要驾的车。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通常都会听什么歌呢？我通常会听什么歌啊？其实我通常会听电台的歌啦，电台播什么我就听，因为我觉得说这样有一点 surprise 嘛，对不对？那可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喜欢听孙燕姿的歌。可是今天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哎呀！ 厉害了，我今天在这里帮卡 Choice 拍 promotional 照片。你看，只有那种老一辈的艺人哦，会穿 suit 的。剪掉，我不是在讲骂哥嘞。哎呦，听说你最近跟卡 Choice 买了一辆车。哎呀，厉害了，真的，我人生中第一个老婆，还没有结婚我就跟卡 Choice 结婚了。第一个老婆就是Mercedes。 真的非常爽。当然之前我是跟我的家人 share 一辆车了，可是现在我就有自己的车，我就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方便。我想要去哪里就来去自如，对不对？啊，真的太爽了，拥有自己一辆车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象征。So how's your buying experience? Wonderful. 我觉得 the whole buying experience is easy, so reliable.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我对车其实讲真的没有太大的研究，我是一个很什么车比较好，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说，与其你去问朋友，你不如去问一个你觉得真的是能够帮到你相信的，所以就找了 Car Choice， 我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帮我解决，然后我又很 trust 他们，他们讲什么我觉得，哎，对哦，他们又可以帮我省钱，又可以介绍我最好的。 So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ose people who's buying a car?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note.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note is to find a very trustable company to help you make the right choice. I think the right choice is very important. Yeah, 因为它会帮你在你有限的那个 budget 里面找到你的 dream car. 又 functional, 又 workable, 又是你喜欢的。 So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hear about car choice? Reliable, trustable, the service is very good. Yeah, and there's a lot of car choices for me. 可不可以给你的粉丝们一个买车的小提示? 买车的小提示啊，买车的小提示就是，第一，你当然是要知道你自己喜欢怎样的车，对不对？这一个模式的车就能够代表着你。 对，因为你走在街上，你停在街上，你载朋友，这个就是代表着你了嘞，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喜欢，很像我这样喜欢 comfortable， 所以你真的是要知道你自己，什么样的车能够代表你这个人。那然后呢，你就要找到能够帮你找到这两车的人，那就是对我来讲就是 car choice。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Yes. S 2>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的口头禅？玩完了，你以为？ 太好了，谢谢你。Thank you。选照片，选照片，来看一下，我难得可以帅耶。不是这个啊，这是老板。